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为什么用这个开场呢？因为我前几天去太太他们家喝了她煮的热红酒之后呢，我决定要来拍一支煮热红酒的影片。而且呢，我在找影片的时候呢，我才发现原来太太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有拍过一支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做比较简单的，虽然说很多人说热红酒都是圣诞节前后的时候喝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最近天气很冷，我觉得呢，在为什么我一直不见？我觉得在冷冷的天气喝，其实感觉蛮疗愈的，不太一定要在圣诞节前后的时候喝。要准备的材料这些：肉豆蔻，然后丁香，长这样子，肉桂棒，这里八角。外面其实有在卖那种热红酒的材料包，但是呢，在中药行买其实比较便宜，而且呢，先去买的时候，那个老板说你要煮多少，然后他就直接帮你配好这个一整包，那这样子才60块，我觉得还蛮划算，而且很方便，推荐大家去中药行买。我觉得我的镜头好像有点低，我现在是一个以深蹲的姿态在拍这一支片，你们要看吗？先把外面的皮刮一些下去，然后白色的地方不要刮，因为会有苦味。把它切开之后呢，再把它挤进去。因为我个人喜欢那个水果的酸甜味，柑橘味比较重一点点，所以我用了3颗，所以就看个人喜欢哪一种味道比较浓郁一点。不要觉得很恶心哦，这其实很好吃。然后因为我怕会有那个苦味，所以我挤完汁之后就不会把它丢进去了。快点把它丢进去。这样子。Too fast, not. 接下来就可以把香料放进去了，八角、肉豆蔻跟丁香。然后我们同事说也可以加姜下去。我留在那煮，那就放在瓦斯炉上，把火稍微煮一下，小只的也可以。刚才很认真想说要找开红酒的机器，就我室友刚过来就说，哎，这种开就好了。红酒可以不用买太好，之前喝到的经验，我觉得便宜一点的红酒，那个酸味比较重一点点的，喝起来比较好喝。所以这个是超市随便买的红酒，超香的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它现在滚的，它整个香料香气炸开了。因为里面香料很多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希望你的热红酒香料味重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关火，然后让它泡一下，这样子里面的那个香料浓度会比较高一点点。我觉得我煮的颜色也太漂亮了吧，那手机拍一下，去休息一下。滚了之后，你这时候要加糖或者先加红酒都可以。我想要先加糖下去，哦天哪，真的太香了，那个肉桂的味道整个炸开。完了，太太看到这个之后，我觉得她应该要看这个教学。然后用中小火慢慢的煮，算了，来红酒。小火让它慢慢滚，煮到这样子边边有点开始在冒小泡泡，然后不要用大火滚，大火滚的话它的那个酒精就会挥发了。假设你比较喜欢喝比较烈的那一种酒的话，你可以放一些白兰地下去，这是我做功课的时候很多人说推荐可以加的，但我本人就是这样子丢下去之后，我就觉得可以起锅了。我刚刚觉得喝起来还蛮不错的呢，可是我刚刚又试喝了一下，越煮它好像就越甜呢。我对这个味道有信心。是这样子吗？有滤掉那个了吗？还没呢，这可以吗？啊！我来滤一下。它有滴出来吗？我有点紧张啊，怎么办？它如果不好喝，你可以打包一些再给你男朋友喝。哇，这个烟！我帮你倒小杯一点，还是你要小杯？好，有点吓那种。看你会不会害怕？迟到罚3杯。还不错吧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面有难色？如何？有感动吗？没有。因为有一些人会稍微让它有微滚，让酒精灰掉一点，但我完全没有灰。好像没有很喜欢。这个很棒哎！那我觉得刚刚好。果然那个糖哦，还是要减半一下。那个什么红酒的酒精浓度13%，而且热的红酒更容易醉。
但我还是觉得有点点甜，但好喝。敲一下，祝大家冬天愉快，手脚冰冷的朋友。还有我的镜头摸一摸，我帮大家敲正一下，免得你们要求没有很正，不然我自己也歪歪的好了。不是你心动了吗？再来一口。只是出来要碎念一下而已。哎，他在说你喝醉了，然后走路没有走那个直线。我们后置喝了一个刷杯之后，他眼神就迷茫，大舌头了。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煮看，我觉得很适合一边看电影或是一边约会的时候喝。约会的时候喝可能不太好，因为可能会有点偏失控，但看电影的时候喝这个其实蛮疗愈的。不过记得不要喝太多，因为它这是热热的喝，其实醉的速度很快。还是你只是要买醉，其实也是蛮适合的。啊，如果有煮煮看的，可以 take 我哟， take 我的 IG。买热红酒，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？搭上一点闪亮亮的特效。唉，用青蛙跟你们说拜拜，新年快乐。